萨瓦迪卡图坤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我想聊一下我最近在泰国怎么样，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，都挺好的。其实我好久没有说中文，好久，到底多久了？其实我在泰国的这段时间，有认识过一些会说中文的泰国人。这些人，他们是在中国上学过的。你看一下，你们听一下，这个我的中文是不是退步了？退步，对吗？还是退步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不过，我其实很幸运。我觉得认识这些会说中文的泰国人，哎，我感觉我的那个发音有点不太正确。不太标准了，人，北京人，哎呦，我感觉很幸运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那我的中文肯定会退步，所以说，我的中文还好，不过我没有那个想学习中文的动力了。现在我觉得还有一些想要学中文的动力越来越多了，可是没有以前那么多。我现在在泰国嘛，所以我很想学泰语，我想把我泰语学到一个至少跟我中文一样，但我觉得其实很难，因为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学习中文，两年半，现在两年半了。虽然我的中文没有那么流利，没有那么标准。我还有口音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美国人的口音，还是什么样的口音，我不知道。但我只知道，肯定不像中国人，中国人 ，God damn， 这个美国的这个 R 人。God damn， 人啊，所以说，就是我为什么想把我泰语的水平学到一个很好的程度呢？因为我是泰国人吗？不是吗？不知道。不管我是什么人，我都想把我所有的外语学到一个很好的水平。我觉得就在我看来，在我看来，学习外语是一种好事儿，可以发展你的大脑。发展吗？不知道，但，对，可以发展我的大脑，可以给我一些快乐，妙不可言的快乐，妙不可言，妙，声调好烦哎，对。所以，
更新一下我现在在哪儿，应该这么说吗，更新一下，只就是告诉你们我现在在哪儿，我现在在青莱，我在青莱，青莱在清迈附近的一个城市，清莱是一个，清莱以前是泰国北部的一个首都，可是，后来他们把那个首都转到，就是，变成清迈了，因为清迈那个那边更好，环境更好，听说过，清莱离那个Burma，Myanmar 太近了，所以就很危险 ，yes， 对，危险。我的中文太差了，对，我现在6:30了，早上6:30，我现在等朋友睡醒，他在睡觉，我是跟一个美国朋友一起来的，他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，高中好朋友，对，他也是泰裔，美国人，美籍泰裔，可是他的泰语不怎么样，确实比我泰语差，是因为他的泰语是3个月以前开始学的，我就是从小就说泰语嘛，所以，但是我的泰语就是基本上很像就是那种那个华裔，有很多华裔，是有很多不太会说中文的华裔，我就像他们一样，所以我现在的感觉，我感觉我很喜欢清迈，我在这边有很多说泰语的机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基本上是我妈妈的表妹，我觉得表妹堂妹我不知道了，我妈妈的妈妈的姐姐的女儿的丈夫很会聊，我和他聊得来，很聊得来，对，所以就是跟他们说话很轻松放松，可以随便说，可以练习泰语，真的可以。我就觉得在曼谷我需要就是主动找别人聊天，可是跟他聊天的时候就是有他，我不需要出去去找别人，不需要玩那些交往软件，对，所以真的很好。我现在就觉得就想提高我泰语水平，好吗？好嘞，这个视频快到10分钟了。OK， 再见。